凑单这个宝贝，春风十里这个25块8，这个给不给力？这个价位啊、哦，蓝25.8米，黑色，宽叶，来吧，截图吧，25块8就付款吧。就这个价位，你们去找啊，去搜。小赞点呀，3万的赞呢。来啊、哦，宝截图扣一，可以露营，能过冬不？啊，看你的那个，要看你的温度，要看温度啊。怎么又不报号了？他不要凑单吗？给他凑了得了，凑了他就走了啊，凑他就不要了，这个25块8。25块8，钱付完款了没？付款咱们走下一波了啊！看宝宝都有意见了啊！报号报号，继续报号，搜着啊！李二，你把这颗拍了啊！哎，你也配单是吧？配单呢，我给你们找点啊，找点合适的啊！来，这颗我给你配啊，25块8。就这个价位啊，亲们，这个单头啊，红的周不周正，叶层多不多？你们自己看啊，冠幅在20以上。哎，你们看这个叶形美不美？25块8，我是瞎买，我真的是瞎买。就这个25.8米。好，李二，你凑单是吧？行了，哎，好嘞 ，OK， 行了，一会儿咱们就报号了啊，来截图25.8。凑完单的你们可以点点赞啊，没事儿你们就可以留在直播间点点赞了，凑完了你们心里就踏实了。来截图宝贝儿，截图扣一去付款吧啊，嗯，分款您说已付就 OK 喽，3万有福利啊，3万你们可以抢那个福利去 ，OK 了吧？嗯，3、2、1、1、2、3，走人儿。啊，来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走。这两颗真的是给你们俩出的，真的是福利。为了凑单，收到以后就知道了，20多块钱。为了凑单，我就卖这个价格。来，还是这颗，38.8，38.8米。嗯，有要的扣数字啊，669。这个是一个黑檀，黑色的群生，无坎，群生无坎669。这颗美不美啊？669，拍了截图好，截吧，宝。来截图带你名字截啊。那颗刚才那颗是38.8米，给你们啊，给你们出38块8，有要的扣669。那个是个黑檀，群生无坎，冠幅在30左右，截了吧？截了，我们说这颗了啊。还有那个68，那个是紫色的，黑边紫色大宽叶，灌覆在30以上，妥妥的30以上。这颗是68.8米，就这颗。欢迎步行者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来，出一颗小的，来这颗15块8，15块8。这个灌覆有30，群生无坎，红檀。来，这颗有要的，赶紧扣啊！这个要的扣数字啊，989。欢迎文文啊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989。就这个橙子啊，你可以拍这一单试试啊，凑一单你可以试试看，看咱家的肉肉啊。啊，天天开心来了，来989，天天开心截图15块8去付款吧，15.8。哎呀，小敏来了。
天天开心。不许退单啊，也别跑单，下午好，小敏，下午好。欢迎慎行之远，慎行，你的肉收到了没？付过了，嗯，好的呢，来截图。我怎么写989了？天天开心。写完了是吧？989可能写着顺手。来，这个名字啊，直播间 ID 名字。好了是吧，卷土，来，我们再走啊。这个多好看！收到这以后啊，感觉合适的给好评啊。来，咱们出这颗，群生无砍。这颗美不美？这颗是淡紫色的啊，这个基因也比较特别，就这个乌木这个基因是比较特别，它属于淡紫色，就那种黑紫色。看它叶背的颜色，能看到吗？是那种怎么说呢，颜色我都说不出来，这种颜色它不一样啊，这种底色是不一样的。这个38给您出，这颗也是个个体，也是一种个体啊，它不一样，看跟那些跟这些它都不太一样的啊，也是个个体。嗯嗯，这个颜色。来，这颗38.8米啊，买就买这种个体。来，有要的扣数字啊，593。欢迎蓝猫啊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它这种，来给你们看这种颜色，是这种紫粉色，就是颜色比较特别。这种颜色是比较特别的，你们可以买一种这个啊，买一颗这种特别的。就这一颗没有，我刚才找了，就这一个啊，比较特别的这种颜色，38.8，就要个体，你们买就买这种个体。上一次买头都掉了，那没办法啊，亲，这个掉一个头，哎，对，玻璃心还慎拍，就这10多块钱啊，如果掉头的话，你就别找售后啊，宝贝儿，行吗，亲？就这个啊，因为快递很野蛮，咱们没办法啊，这没有办法的，所以这种10多块钱一杯奶茶钱，如果头掉了，你再售后，那就真没辙了啊。就是这么优惠的价格，然后头掉了，真的也不售后了啊，能接受吗？天天开心，有没有有单头的？有，要大单头小单头？对，没找就行啊，谢谢啊。咋了？不是找我呀？得拉货吧？看看，不是你要大单要小单？告诉我要大的单头小单头？咱家有大单头小单头，小单头就15.8，然后给你们4颗呀，小的是7颗，大的那种就4颗。就这样的啊，甩。嗯，看这个，这个头你们可以给它掰掉呀，这个头给它掰掉就行了呢。看这个蝶叶，这个是黑的啊，绿底黑边蝶叶，这个38，这个赶紧抢这个。我出了很多红色的，来，你们看这个黑的。蝶叶加一点玄叶，这颗38.8米，赶紧抢这颗啊！有要的，38.8，冠幅在30左右，这个叶展到这个叶展啊，30左右。这颗有要的扣数字啊，883。旁边大单头，那个是出了的，赖维，你没在吗？那个雷神给拍了。这个是个个体，不一样。哦，刚才我叫你，你没在。这是个体，我说你没有这个吗？你可以把这个拍了，你也没有这个基因啊。这个是紫色的宝贝儿，黑边紫色，大宽叶外翻，你可以拍这颗。
不是手边。其实这可以好啊，这个单头，这个三十八，这个三十八是蝶叶，黑蝶叶啊，黑色的蝶叶，这可以好。你看这颗吧，这是宽叶，你没有这个品种，你看多宽，没有参照物，就这样啊。我用手比，我给你这么宽啊，这样的宽叶，然后是黑边紫色，黑边紫色，叶片外翻，三角大宽叶。对呀，这颗紫色好看，这个六十八，你可以看这个。你也没有这种基因，这个基因，这个基因看就这一颗应该，反正外翻的就这一颗，冠幅也大，外翻，你可以要这颗啊，亲。我靠，这颗也好看，海鹰来了，这个之前拍了一个，拍了吗？我都不知道，不然拍拍卖。海鹰，海鹰把这颗拍了吧，这个宽叶，紫色宽叶，你不喜欢宽叶吗？你之前拍紫的了吗？没有吧？欢迎宁静的春天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六十八，黑边紫色，三角宽，看这颜色，黑边紫色，三角宽，这颗真的可以给它拆了，把侧芽给它拆了种。那个在变压器那儿呢，让大理的给咱们重新跑电，看看商量商量。明天播吗？明天播，明天播，怎么了？怎么问我明天播干嘛？现在有事儿了，嗯，拜拜，拜拜啊！现在有事儿，拜拜。明天播这个宽叶给你留着啊，宽叶给你留着，宽叶不多。哎呀，来个个体，我去！我真的，我都有时候想把这个枣给它揪掉。你们要宽叶吗？嗯，要那个群，要单头吗？想把枣给揪掉，看这个大宽叶。这个是白底啊，白底大宽带枣，黑尖儿。这个初装的是黑色。这个冠幅有四十，这也是个个体。没有这个吧？你们没有这个吧？赖维，你没这个啊？这六十八。赖维，你肯定没有这颗。这是个个体。这可以啊，来，这六十八米。好的，我都留在最后出。冠幅也大，叶片也宽，就这种啊，这种是个体，这是杂交，乌木跟冬云杂出来的，这肯定是乌木跟冬云，这种个体就是比较少见，没有几颗，就这一颗。好，我们走了啊，这个没有，我们走了啊，上那边，给你们全这边看看，出小的吧。觉得我十五块八卖的真的好，十五块八卖的比较好。来这颗，什么你？芹菜你怎么了？你要那颗？你要那种个体是吗？你要好。来这种十五块八给你们出啊，冠幅带三十。芹菜要那颗了啊，芹菜这两颗个体你为什么没抢？像这种个体你都要抢，知道吗？那个绿的真的少。
像这种个体真的少，你看看多漂亮这两颗。来过来，宽叶黑边儿，绿底红边儿。就是个体吗？不一样吗？各有各的美吧，是不是？芹菜各有各的美吧。这种个体啊，它就一颗，你找不出第二颗跟它一样的。养就养这种，那你自己看吧，宝贝儿。要么就两颗都收了它，两颗都收它就65一颗，正好130。两颗都收就130给你啊，给你打包，给你个打包价。前面那颗是吧？好的。欢迎喵，欢迎喵啊！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哎，这颗芹菜的，欢迎蓝小娟，下午好啊！欢迎我梅姐 ，OK， 那要这颗了啊，截图宝贝儿。这颗好看，沉。来啊，芹菜截图，芹菜包截图，扣一，哎呦，我今天晚上啊，我加工，我把单头，我把群生都给它卸了，都给它拆了，拆成大单头。你们自己可以回家把那个单头给拆了吗？真的是，对吧？你们自己可以拆了吗？喜欢单头，你们把自己那个枣也拆了，又种一盘啊，又种好几盘，它不香。来，这个15.8，灌幅在30啊，30左右，15.8米，这是一个红檀。有要的扣数字啊，193。然后明天直播都是要群生手捧的，对，太难了是吧？明天直播，今天要单头，明天要群生手捧的，怎么弄？你让我们怎么弄啊？这个15.8啊，灌幅在30，一个红檀，群生，灌幅大，价格也优惠，就这颗，你们赶紧拍这颗，看还有什么啊？找一颗悬叶的来，这个是真的是悬叶，看侧面，看侧面能看出来吧，这是一颗悬叶啊，38福利处啊，38米宽的，这个它不光悬，它还是个宽叶，38.8带籽儿。来，这有要的扣数字啊，669，抢这颗，欢迎喵喵，欢迎喵喵。芹菜抢这颗啊，别的不说，悬叶啊，别的咱不说，就说这个悬叶，30多块钱。赖维，你们可以抢这颗，这都是精品啊！我靠，上的盆都是精品，绿底黑边。看啊，绿底黑边儿，带悬叶，这么看就知道了。这样看着比较明显，悬叶。看一层一层悬上来的，38.8米啊。藤音来了，38.8，来抢这颗吧。悬叶呀，宝们，你看你们真的是不懂货，让我怎么办？蝶叶比较难找。悬叶更难找，悬叶要加一个更啊，更难找。来出这个，唐音把这个拍了啊，15.8，
这你来了，我给你出的福利。嗯，多福利啊，这颗15.8米，小赞点起来，3万啊，3万出15.8福利，找两颗15.8的小蝶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想都不用想。15.8两颗小蝶，几块钱一个蝶，没有。想下了心吗？你就啊，蝶不可能15.8出，对呀、啊。想下了心吗？你就啊，这颗15.8。所以我直接回去，没有。这15.8比你们下边买那个大多了，上面的应该是价格高一点，我还给你们福利出。15.8米啊，这款绝对好看，红檀，冠幅30以上。来，你自己看。收到货什么时候失望过？阿姨往那里搬什么呢？给我。好，你拍，嗯，你去拍吧。阿姨，什么搬里边去了？什么也搬里边去了？大罐是吧？嗯，大罐放外边也行，放里边我怕没地儿。我里边要工作要打包的。嗯，行，我晚上看看吧。您先放那儿吧。可以，你拍成音。拍了，嗯，好嘞，给你，我把我给你，来，截图，抢了半天，别不付款，像上次似的啊。宝贝儿，不要那个后台联系我先啊，亲们，谢谢。亲您，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我直播呢啊，没说您。你不要联系我，啊，唐音，我直播呢，我跟你说嘛，后台是我。客服也是我，我要回，要有信息的，不要给我发啊！你有什么在直播间直接说就行啊。对，有什么，这直播间直接跟我说就行啊。再拍一单，再拍一单多少钱呢？是昨天收到货，玩了3个小时，玩了3个小时，你没都种上吧？说话啥的，嗯，你没都种上吧？来，给你个好，给你个好的。不行，这颗不行，那个是玄叶。嗯，给你个小群生，来，看这个。靠，卖的我心疼啊！这个怎么样？你是可以。来啊，截图，干土种的，干土种行吗？湿土种最好，湿土上盆是最好的，
好嘞，唐印两单。这都痛快是吧？就是利落嘎嘣脆，我喜欢这样的。拍了，嗯，好，拍了，嗯，好嘞，来给你们看这个啊，来宝们，看这个牛不牛？再拍一单，再拍单，你把这个拍了，我给你25.8，这卖38的啊，给你25.8。就这颗啊，湿土上门多少浇水啊？湿土上门你不用管它了，半个月一个月都行啊，半个月一个月都行，知道吧？这颗烫印啊，25.8米，我靠，这颗真漂亮，来抢吧，直播间抢吧，别那个到时候那个指定给你了，别的宝宝有意见了啊。来这个，我这个出福利啊，25.8，25.8我出的一个福利，这是蝶叶。看到没，蝶叶的啊，有要的扣数字啊，993，快抢这颗，25.8呀，993，这个应该卖38的。胡哈，你要配单哟，漂亮，拍了，你不回复我，叶子有多宽？给你滴了过来，你看自己，看叶子有多宽。这个是这种荷花状，又爆枣了啊，爆的枣。我这颗。漂不漂亮？莲花座啊，像不像座莲花？像不像莲花？这颗25.8米，有要的扣数字啊，336，25.8，336，扣数字336，扣数字了啊，唐姨，你不能说我要，他要，他要的啊，336，我这卖38的，给你们25.8，来红绿灯截图，这颗多漂亮，25.8米。我靠，这个谁拍谁赚，这个谁拍到谁赚啊，好看，看上盆是这样，是这样的莲花，荷花，荷花，截图了没有，红绿灯截图扣一，截图扣一，感谢弹幕的关注，谢谢，红绿灯截图扣一，红绿灯，你们不结也可以啊，你信任我的也可以不结，省得浪费时间。来，给你们出一个这个漂亮的，靠，这个超绿，冠幅也大，这个冠幅妥妥的30以上啊，群生崽儿。然后你看叶背的颜色，这个不是晒伤啊，这是它出的颜色，出的状态。这个不是晒伤啊，宝们，出状态了，看底色多干净。这颗是38的，给你们出啊，38.8米。官服也超大，籽也多，这个底色是很绿很绿的那种啊，绿底，这是个绿底啊，这颗38.8米，有要的扣数字193，就这颗，赶紧抢这颗吧，看这个底色有多绿，很透很轻，这个是38.8，这个可以抢，这个值得拥有，38.8，配个小的。这小的我给你们搭在里边，这两颗38.8，这是个宽叶黑边，这颗怎么着也得卖15.8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怎么着也得卖15.8啊！这颗，这个是宽叶啊，黑边的。来，这两颗38.8米，有要的扣数字336。欢迎柏拉图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点点关注宝们啊，没有点关注咱们点点关注，没有点赞的呢咱们点赞，就这两颗38.8，欢迎花开的声音，这个冠幅有，反正一扎小的，这颗冠幅都有一扎，有20，大的那个是30以上，就不用说了，30以上，然后这两颗38.8，我天哪，这两颗你们都不拍，这两颗38给你出你们都不拍，唉，太伤心了，伤我的心呢。就这个啊，绿底，
这个是绿底，一个绿皮，大绿皮，这绿的多干净，看这绿皮多干净。来啊，不要就算了啊，不要咱们过来看这颗，这颗是5.8，嗓子快冒烟了。这个是个红色的，看叶层，看叶背啊，宝们。看叶层，看叶背，看颜色，这个15.8米，有药的扣数字啊，336，这赶紧抢，唐音，一颗不包，两颗包，或者你直接拍一单38的我也包，反正就30以上嘛，就包邮了啊，要不然不够成本钱。3万了，你要猪头要是吧，来15.8米一颗啊，亲，去付款吧。汤音你说晚了，你们都说晚了，我说扣数字336，然后猪头扣了一个336，是你们网络延迟还是我这儿，还是我比较慢呀、啊、还是我比较慢呀啊，来猪头去付款吧。没事，唐音啊，猪头要退单，这单给你啊。我说了没有，你不要拍。说了没有，你不要拍。你们在直播间抢到再去拍，你这付款没有用啊。你这样付款是没有用的啊，唐音。咱们家是一物一拍，所以在直播间拍到了以后才能去付款。猪头，你付款了没有？你没付款，咱们给唐音啊。挑一个这款。你为什么不手速快一点呢？你要让我找到这完全一样的，真的不好找。你付是吧？你去赶紧付去吧啊！不付唐音就抢了啊！去赶紧付去吧。10多块钱白给一样吗？汤姨你付过了没有，你在咱们家你玩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规矩，就是抢到了才能去付款，你知道这个规矩啊，你付款了没有用啊，你不能刚才你付款了我给你了，然后这付款我还给你，不能这样啊，一次机会你不能老这样啊，你付款没有用，你得抢，抢到了才有。呼哈说就是呼哈，刚才就把呼哈那给抢了是吧，呼哈不好意思啊，付款，你们付款没有用，必须抢到了才付啊！哎呀，来，咱们抢这颗。哎呀，来抢这颗粉嫩粉嫩的啊！亲，抢这颗。看这颗美不美？这个基因是超好的。这个是25.8给你们出啊，这个我卖38的，25.8米给你出，这个有点悬疑，能看到吧？啊，就卖的价格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我胡叫价的啊，这是悬疑上来的，这个应该出38的，来25.8，这有要的扣数字啊，999，3个9，公屏只能对331，是的呢啊，呼哈截图，是公屏认证。这个是25.8米的啊，呼哈，谁呼哈的，不是你啊，李冰，呼哈，你自己抢吧。汤姨你知道我的，知道你真的是老粉了，你在人家买了不止一次两次了，所以这个规矩你知道的啊，你自己抢啊，自己抢啊，宝们自己抢啊，咱们没有这个不定向给了啊，亲，来我刚才定向给你好几颗了，这就不能再这样了，别的宝宝会有意见，看看这颗，看这个建议美不美，我去，这个冠服30以上，您看根，多发达！看这根有多发达，
我勒个去，来这颗，这颗是29.8块给你出，灌幅30以上29.8米啊，有喜欢这种尖叶的就可以抠这颗29.8米，有要的抠数字啊，889。好嘞，猪头，你付完了好了，发货，明天、明后天发货啊，明后天发货。你我一会儿出，然后你自己抠啊，亲，自己抠29.8。杨媚娘边儿那颗你抢，这颗是吧？你稍等啊，稍等，你去抢啊，去抢啊，宝贝，咱们就公平嘛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卖的比较便宜，然后咱们抢。抢拍啊，就这样很公平，这个建议啊，来，这个是红色的红檀叶片外翻，这个是38啊，灌幅30以上，看这颗啊，这个38米啊，有要的没人抢的话就直接给你，有人抢的话就谁抢是谁的了啊，来，这个我要的扣数字啊，883。来，杨媚娘，你那颗没截图是吧？稍等，你们为什么不在直播间截啊？这个杨媚娘要下单啊，不能跑单，不能退单啊，亲。这颗红楠这么大个，卖38，来38.8，杨媚娘截图。来，宝贝儿啊，截图带你名字截。